我们今天啊来看一个案例，也是邵阳河的一个案例。张公癸卯十月初四亥时生，占电业。啊，张公呢66岁了，他呢开了个店，效益一直不好。来问一下，到底咋回事儿？能不能改变？那么张公呢，这个邵阳河的案例有很多的一部分案例啊，都详细的记载了这个求测人的。这个出生日期、年命，等等，这样对我们也研究这个大流针啊，就提供了非常详尽的资料。现在很多人看课啊，说不注重年命，这样呢就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它就必然就不完整了，所以说呢也就影响了这个预测的准确率。我们呢，为什么要不讲一些基础知识啊？要从案例来讲啊，因为基础的东西和理论的东西啊，都必须要。运用在实践中，你从一个课例里，从一个实践中，从一个实课例里边，能够找出提取出这些基础知识来，这样对我们学习啊，就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这些基础本来就是要用的嘛，是吧？背了很多课格，背了很多理论，知道很多，但是在具体怎么用，怎么用在这里边，别人是怎么用的，然后呢，按照自己的思路，再来这个。体会，再来分析，这样呢就非常，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学习方法，我们呀还是一开始按照我们流程是吧，先记录一下年月日时，癸戊申年壬戌月庚寅日丑时辰降丑时，辰降是月降，也就这一天，这个太阳。这个太阳在这个28星宿12宫中处于哪一个宫中？和我们呀，和西方这个星座啊概念是差不多的，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张公呢，癸卯命庚午行年，我们说啊，天时知道了，然后呢，壬巳，壬呢是癸卯命，庚午行年，行年是运气，事情呢是问电业。占这个，占店铺，这个店铺咋样？这个在六壬课例里边，拿过来，我们首先要看一下，既然是占店铺的话，首先呢要找一下这个店铺啊，脑子里就立刻就要反映出来，这个店铺到底是用什么来代表呢？也就是说，这个店铺用什么来代表？也就是说，你所求测的事情用哪一个符号来代表？准确的说，这个店铺用什么符号来代表？这里有一个术语呢，这个符号我们称之为类神。找类神是关键的一步啊。你找不着这个事物在这个模型里面的这个代表符号，是吧？你就没有下手的东西啊，你就无从下手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是吧？也就是说，这个类神，准确说，简单的说，按照现在说法，就是一个符号。店铺用什么符号来代表？那么店铺呢，在六壬断案里边，经常是用四。四来代表店铺，四呢有好多的类项，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些类项，类项表中，我是列了一部分类项，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六壬分析里边，有一部分巨项里边，这个四的类项，这些都是基本类项，这些四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四的基本类项，是吧？宫说双鱼座，阴爻数四，地这是天时，这是天地呢，楚州、荆州，地狱人物呢，代表这个冶炼、炼金师、乞丐，事件呢，代表索取、轻狂、咽喉等等，这个做饭的炉灶、煤面、店铺、乐器等等。他既然是问店铺了，那么这个象，我们呀就用这个类型呢，就用四。
四货来代表。那么占店铺呢，这是主要一个类型，还有呢，占店铺啊，也要看一下这个路，因为占店铺的作用是为了求财啊，看一下财路在哪里。所以说呢，别人一占什么东西，你立刻脑子里就应该反映出来，该找哪个类。你比如说我丢东西了，是吧？丢了钱了，是吧？丢了个钱包，那么你脑子里就应该反映出，这个类型是什么？用哪一个类来代表它？在客居里怎么找？是吧？丢了钱了，首先类型呢就是找财，找是吧？包呢是吧？可以找六合，是包起来的东西，等等。那么有些时候啊，我们呀找类型啊找不清楚，这里边呢体现不出来。那么就有一个这里有一个要点秘诀，就是要找最大的类型。什么是最大的类型呀？最宽泛的类型，意思就是说范围最广的，最广泛的类型。最广泛的符号就是干和支，干代表人，干呢为人，支呢为你所占的事儿，所问的事儿，说你比如说，这个你要占这个房子是吧？占这个房子怎么样？人呢，干为人，支呢就是房子。你要占我和这个对方的合作关系怎么样？干呢就是人，就是你自己。始终这个干就代表求测人，求测人，支呢就代表对方。我要和他合作，怎么样？那么支呢就是对方。这就是对立的，二分法，这就是主客关系，干为主动，这个支呢为被动，是吧？干为主人，是吧？支呢为客人，等等，或者说支为主人，干为客人，有时候它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它有一些变化，那么第一个就是说这种最广泛的这个类型呀。因为你找不到其他的嘛，这个最广泛的类型就在这个你问的这个事件中就代表了这个事物，所以说你要找不到类型的时候啊，找不清楚了，先看干支关系，这个你得明白，这就是对立关系。比如说我占一个股票是吧，这个干就是人，支呢，就代表股票，就代表你的财务，你找不到类型就找它了是吧，就找这个支的关系。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一课，还是干支呢？支就代表了你所占的事儿，这所占的事儿上面正好上面有一个四，这就是店铺，这就代表店铺。这个银呢也是它的财，是吧？这也就是说这个客局啊，这个类型啊就非常的清楚。它已经这个类已经入到这个客局里边了，入到里边了，有这个东西了，那么就不一定代表好，或者说也不一定代表坏，还要看他两个之间的关系，看二者的关系，干支的关系，支的关系，干的关系，干支它之间的关系。你占任何事物啊，都是你要和对方有关系嘛，有联系啊，对吧？这样才行啊。那么他两者有什么关系呢？从哪几个方面来去看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可以从以下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各自的，比如说这是肝和肝上神的，这个呢是肝上神，这个是肝，这是第一个，肝和上神的关系，肝和肝上神的关系，它两个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关系？
第二个呢是知和知上省略，哎，知和知上省，它两个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关系？这是呢这种关系啊，我们称之为是垂直关系。还有一个呢是交叉关系。什么是交叉关系呢？也就是说，这个肝上神和支上神和肝，第三个呢是这个呢，就是说肝和支上神和这个支上神，支呢和肝上的神，这种关系叫交叉关系，是吧？它两个相互的关系。第五个呢是平行关系，这是交叉关系。还有一个呢叫平行关系，也就是说，肝上、支上、肝、支它两个之间的平行关系。是吧？大概呢就这三种，就这六种关系吧，三类一个是垂直关系，一个是交叉关系，再一个呢是平行关系，是吧？我们要看这几个关系嘛，这个非常重要，任何课题你拿过来一看，脑子里就应该立刻就显现出来，它两个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都有哪些关系？着重点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是吧？上神之间的关系两者着重点实际上就在它两个之间的上神之间的关系和这种交叉关系，平行关系和交叉关系，好，我们也看一下这一课都有什么关系，这些关系就代表了。这个事物的什么状态？好，我们先看一下肝，这是肝，代表人。它上面呢是个亥水，亥，这个呢是个庚金，这个庚啊为金，代表预测人，求测人。这个呢？代表上面呢，代表水，金来去生水，我们也可以用另一个词来代表，来稍微就是说，更加容易理解一下，我们叫做能量的流动，能量的流动变化。金生水，是吧？也就是说，这个金的能量很大一部分是这个给了水，向水的方向流动，这是肝，那么向水的方向流动的这种情况，生的又叫脱耗，这是以它为一个支点。它为太极点，为一个支点，以肝为支点的话，那么这个亥水就是在脱耗我的，在六亲里边叫子孙爻，这里写的这个子孙爻，这个就是子孙爻写着呢，叫做它是形成了一种脱耗关系，把我的能量给你了，我给你钱了是吧？我自己少了呗，对吧？就这么简单，这是肝的，然后呢，再看一下所对应的事情。我问你的这个事儿，支上呢，这是个木，木，这个呢，它的上面呢，是一个火，木来生火，它又是一个脱耗关系。
那么你看一下，也就是说，我问你，我这个求测人呀，我的能量给上面了，是吧？向外拖耗的。我问你这个事儿，这个店铺呢，是不是代表店嘛？又代表家宅。它的能量呢，也是向外走的，也是一种讨好关系。那么，在笔法赋里啊，就有这么一句话嘛，一个口诀，林夫子就总结出来了，总结出了一个口诀：人斋受托聚招盗。这个口诀啊，只是一种比喻类象，也就是说这个人，这是人，这是宅。都是有上面的神都来拖耗他，那么这种情况呢，说是聚招盗，盗是你丢失东西了，你丢了元气了，并不一定说是上面就写的盗贼招小偷了，不一定是这样的，你可能丢东西了，或者失去能量了，或者消耗严重了，你比如说装修花钱了等等，都可以用这个人家受托聚招盗这个口诀来模拟，来看它。是吧？笔法赋啊，就这么出来的，好，我们知道他们的这两个干和支这种能量的消耗关系，好，那么再来看一下他们之间的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支，那么这个干上神的下一个这种发展趋势呢？它呢，亥上呢，又有一个寅，这个寅呀和它是一样的东西嘛，也就是说这个能量是，我们把这个用这个紫色的笔，把这个能量的路线，跟我的能量到了亥上，到了这里了，从这里呢又跑到了这里，那么这个路线就代表什么？在这个站店铺里边，这个路线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店铺啊，就是消耗了你啊很多精力，给你呢并没有带来好处，这是一个简，就是大概的这么个意思，大概的框架啊，这个能量是这么走了，然后走到这里之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能量往哪里跑。它的能量又往上走，又升了这个四，是吧？这个四呢又和又逐渐的又跑到这里了，这个四又跑到他这里了，对，四又克了这个申金，这个四是火，申呢是金，火来克金，火克金。克，那么这个能量关系啊，就已经画出了这一刻的这个能量路线来，是吧？庚金这是人，生了水，这个水呢又生了这个木，生了这个电业，我每天这个为这个店铺啊，是吧？又操心操力，又进货又花钱。然后呢，这个店铺呢又生了这个火，这个巳火，这个巳火啊，最后又克巳火上面又克了这个申金，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能量的变化，那么这种能量变化，那么就需要我们来分析一下，那么我们呢就把每一个字所代表的事物啊，放到这个路线里。那么我们也就知道了，那么这个店铺对它到底好不好，或者说未来发展怎么样？那么我们看一下，在这里边，我们把这个能量关系啊，稍微的弄一下，这样的是吧？我们看一下这个申是什么。我们找我们我我们要找找里边的什么呀？找里边的这个站店铺、找求财的这几个元素啊，是吧？
店铺的一个是四火，代表店本身；禄代表他的这个收入啊；财代表他到底得财没有，得到没有？啊，得到了吗？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庚的禄啊在哪里？我们看一下庚的禄，庚禄在申，啊，庚的禄啊在申，哦。我们先看一下路，在这儿呢，这个申，这是路申，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个路吧，先是吧？啊，这个路，这个时候就要换线了，庚路也可以说代表了。禄呢，就是这个人的，实际也可以代表他的身体，也可以代表他自己，知道吧？也可以代表自己，也可以代表这个人，那么这个禄啊和太岁，和也是太岁，太岁的能量灌输到了这个禄当中，那么这个禄呢？到底好不好呢？他下面做了一个巳火来克他，上面呢又有一个腾蛇，腾蛇的本家元神也是巳火，也就是说两个火来夹克这个禄，上面有个火，这是腾蛇，下面呢是一个巳，也是一个火，两个火，这叫夹克。来夹克这个路，所以说这个路啊，就上下不自由了，那么这个邵阳河就进行了一个判断，根据上面，干就是邵阳河就说嘛，干支上皆盗气，其家室电也实退5、6也，同时呢，申加在巳上，庚禄在申，禄又有加蛇上，又是蛇者，是少人钱物，是吧？这就是他的判断依据。再一个，这个禄啊，在这里还有一个卦叫做闭口卦，这个禄呢是甲申，这个申呀是甲申，这个癸呢是癸巳。这个巳啊是癸巳，甲申和癸巳啊，这叫甲加在癸上，为什么叫闭口呢？闭口，为什么甲加在癸上，或者说癸加在甲上？癸巳或者说这样甲申也叫闭口，也叫闭口，这说明啊，因为啊。这个从甲乙丙丁，从甲至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十个天干，这个是开头的，这个呢是结尾的，现在呢把开头加在结尾上，意思就是说，就像一个环一样。这个头儿就像一个蛇一样，这个头儿和尾连在一块儿了，连在一块儿呢，意思就是把这个事物就夹在里边了，闭口嘛，闭口不言，这叫就不说话了，或者说这样呢，它就没有向外发展的这种方向，没有向外发展的这种能量了，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个闭口，所以说呢，这个申啊，这个禄在这呢，就不会向外发展了，向外发展的很困难。所以啊，他没有给他带来很好的能量，他自己没能量了。上面有个火来克我，下面呢也有个火来烧着，我自己感觉都备受煎熬。这个路本身就是他嘛，就是庚金嘛，备受煎熬怎么办啊？是吧？所以说备受煎熬呢，那么就给他这个店铺啊。就给他带不来一些好处，
大概就是这样闭口课。我们知道这里有个夹克和闭口啊，到这里啊，这个双元和就已经得出结论来了啊，夹克加闭口，你这个店铺十退五六是吧？这是结论，脱气太重，这个害是脱号嘛，刚才讲了脱号太重，也就是说。你这个店铺里啊，这叫入不敷出，投入很大，效益不好，而且还劳心费力，然后呢，我们再来继续往下看，看一下这个三传路，这个太岁就开始发传了，发传之后也就是它的发展方向，身生了亥，亥生了寅，哇，这三传。这里有一个三传，这三传申亥寅，和这四克都在这里边，这个情况呢叫做三传不离四克，三传不离四克，你看一下申这里有个申，这里有个亥，这里有个寅，实际上四克就。包括这些方面都包括了，三传不离四克，这种情况叫做回环格。和那个闭口一样，和闭口科一样，也是一个环儿都把它套住了，都在这个圈圈里，是吧？回环嘛，你的能量，你的东西，你往左、往右、往上、往下。都逃不过这个圈子。占势不脱，这种情况叫占势性啊。占势不脱，做什么事情都是在这个范围内来回的打转悠。你这个课就非常非常这个麻烦一点的，就是你想给他让他走出这个困境去，但是呢。有两个，一个回环科，一个闭口，这两个活儿都把它套住了。说实在的，这就套牢了，就像股票一样，套牢了，套住了，他走不出去这个圈子，这叫暂时不脱嘛。我们看双眼河，这是三传不离四克，回环科，这个呢要明白什么叫回环科，三传，这是三传在四克里边，这叫回环克。回环克呢，就暂时不脱啊，跑不出去。我们看一下它的发展方向啊，申，就是消耗多，消耗的东西呢又生了这个财啊。有人看到这不是一个财吗？不是有财吗？申寅是木，庚是金，金来克木。不是财吗？那么我们也有财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财所处的能量有没有能量？它的能量关系咋样？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财，这个寅也是它，也就是这个电的能量，这个财能量关系。第一呢，这个财啊，得到没有得到天时？我们看看这个财有没有得到天时，你在这里吧。这个财和月的关系，财和年的关系，年申金，申太岁，冲这个寅，这种情况下叫做岁破。又叫大耗，得到了岁破，得到了大耗，就是有大的消耗。首先年上，不支持它。第二呢，这个财呢，在月上，虚月是秋天，秋天呢是金旺，
但是呢，这个财呢，寅末寅财啊，寅木啊，和在秋天呢，正好金来克这个木，所以说他得到的气啊，叫做死气啊，虚月占嘛，是吧？寅木，就是说年上不支持他，月上也不支持他，不给他能量。你看他哪有力量，没劲儿了。那再来看一下下边，这是再来看一下他呢，又遁了一个，这就非常这个财啊，就非常麻烦。他又遁了一个庚金，遁庚，庚金呀，是金也是克木的，这是木嘛，寅木。他又成了一个白虎，遁庚成虎，白虎呢水金，也是克木，哪有财啊？下面还有生了他的财，这个亥水，这个亥水生了一下，生了一下这个财，但是这个亥水是怎么来的呀？是我来投资给。是我投资的，看这个亥水嘛，是我来生的嘛，这是我啊，去生了这个亥水，亥水又生了这个寅木，那个寅木再怎么发展呢？他又泄了，又脱号了，他上面又耗他，看一下，又把这个财给消耗掉了。我没说过三全，这是开头，开始。这是中间经过，中间经过，这个是结尾。最终呢，结尾呢，嘿，这个财没力，没劲儿，没力量。为什么没力量？刚才讲过了，一个是太岁的岁破，岁破，大耗有叫。第二个呢，又叫这个月内时令，我们要秋天嘛，叫做时令死气，我克的为死嘛，是吧？时令为秋天，秋天它不旺，休囚，时令休囚吧，我们这样来写，也就是它没有旺气，我们统称之为休囚。第三个呢，顿梗，顿庚，庚是金呀，成虎。第四个呢，是上神脱耗。唯有这是都是不好的。都是不好的东西，唯有一个好的就是亥来生，但是亥生呢，还是我去，是这个开店人是吧？投入的钱，赚着赚着就没了，赚消耗没了，最终你看一下，邵先生说啊，主48年中去一半，7年中全退，你再过6、7年，又完了。又妻病死，暂时家身废立，也就是说他在求战的时候啊，就是非常这个铺子已经快维持不下去了，这就是这种情况。为什么妻又病死了呢？因为妻这里啊，这个财啊，它有两个类象，两个象，一个是妻象，一个是妻子，一个是财相。为什么这里要说它是妻呢？因为日干这里啊，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干的，这个干支为宅，支为内，宅内，支为卑，这几个相一合，就是老婆，这个也代表他老婆，他在这里代表他老婆，在这里代表财，注意。在这里呢，在这个位置啊，
是代表了财，或者这个位置都代表财，在这个位置代表妻，哎，是不一样的，要换相。他不在这个位置的话，如果这个庚金不在这里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啊，他老婆的这相就不是太明显，哎，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还得看其他的这种条件。好，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也就是说啊，这个财是得不到了，老婆呢，又病死，到时候7年中，这个店铺就非常困难了，非常艰难了。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败退，能不能还能不能维持下去，维持到什么时候，这就是硬期。我们要看一下怎么样时间，什么时候，这个亥。这就是这个课的关键点，亥和寅，它两个是关键点。亥生了寅，寅生巳火，巳火来克了申金，申金叫太岁，动了太岁了，这叫太岁头上动土，太岁动了。有句话嘛，叫做太岁这个当头立，诸神不敢当。太岁当头立嘛，你诸神不敢当。只要动了太岁了，这个事儿就说会反映出来，这个事儿就比较严重，虽然是他不是占其他的，你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官员占的话，那么如果动了太岁了，就有可能受到上司、受到朝廷的这个指责，那么当然，但是他只是占店铺，也只能说你这个店铺开不下去，最多就完了，最多是店铺的事情，其他的事你不要跟他说嘛，或者说他再克了呀，也不会反映出来。你问什么事情，他就是以这个事情为关键点。有些人占卦说你问说他问说店铺咋样，你给他扯罗到家，你给他扯罗到你老婆感情怎么样了或者怎么样，你给他扯罗其他的，你家里有个猫或者有就是说你家里挂了个什么东西，或者乱扯罗，这有这你这样写作文这叫这个词不达意，这就跑题了。一定要抓住关键点，是这样的。那么既然亥是个关键点，那么什么时候算尽呢？这个店，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辛亥年两店皆歇，因为亥为艮土啊，巳为店，所以说呢亥又克制，故到亥年的时候，到亥年歇业。这个应期啊，就是十大六壬占卜中啊，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就是说比较高级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它有个核心点，就是到了某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的天干地支它形成的能量场和克局里的能量场形成了一个同磁共振，也就同频共振，它的能量。和应期和时间的能量，它形成了个同频共振，也就形成了一样的频率了，同频共振，那么就会发生相对应的事情。你这个课题里边是吧？庚金生亥水，头上没了。那么等到亥水力量来了的时候，这边是吧？这个时间到点了，那么这边呢？这个亥水也是拖耗的东西，所以说它两个能量场，一同频共振，那么就会反映出事件来，就这么简单。实际上，但是呢，如能够找到它们的频率，把它这个频点调到合适的频点上，非常麻烦，这是一个大六壬的一种高级的这个战法。到甲寅年，欠债狼狈，故致寅而废也。妻这个时候妻病浮肿而死，这就是末传。最终到这里结束。他问题他有个白虎啊，这个虎很，这个见白虎，就是一个不好的神嘛形象是吧？这一课基本上到此就完了，都结束了。那么这时候这个张公啊。是吧？就感觉到是吧？我还这个到底咋回事儿？还能不能解救？也就是说，还能不能进行调节一下？你给调节一下，给改一改呗。
他肯定会提这样的问题。就像看病一样，有些病是能治得了，有些东西呢它不能治，你得看这个克格的是什么格。我们刚才讲了，这一克格是回环格，又是一个闭口克。逢年闭口克就，准确的说就不要改，这个事情改不了。为啥闭口？上天让你别说，就是让你闭口。逢年闭口一定很，一般情况下逢年闭口克的话，尽量少，就是说少改或者说少动，你也改不了，你没这个能量。回环呢，意思就是说，因为三传呢都在四克里面，形成一个环了。要想改变，必须要把外部能量，要把外部能量导入进去，改变他们的运行状态，你这样才能够有这种改变的效果，你没有其他力量，你进不来，你就没法改，这课就没法改嘛，是吧？它形成一个是回环，一个是闭口，这两个东西往这里一弄，你能量进不去啊，你用哪个能量来改变，是吧？我们从课里就是找改变的方法，怎么找呢？把这个路线打断它的路线，打断它的线路吧，打断它能量运行的线路。打断能量运动线路，只有这样来改，然后看一下，是吧？什么东西能把这个能量运行线路来给它破开？有没有字？有没有哪一个字能破开？但实际上这个它很难破，因为这里面它不单相互生，相互就像一个环一样来扣在一块的，相互生的扣在一块。而且它要相互合着扣在一块儿，说砷与铯合，银与氦合，它们合的非常紧密。我用这个东西来破那边都就，我用这个东西来进入，那边又有一个东西把它拉住了，用这个东西来进，那边又得拉住了，而且形成了个闭环，你根本进不去能量。好，这一课呢，我们呀，到这两天就结束了，我们这课重点是要看一下能量的，一个是重点呢是它们四课之间的这个关系，六种关系，第二个呢是要知道脱耗的概念，脱上逢脱，防虚诈，不，这个是人灾受脱俱遭到，脱耗严重。第三个呢要看一下闭口的概念，闭口课，最重要的就是能量的运行关系。能量流动关系，你只有把握住这个能量流动的线路，你这个课啊，你才能够知道每一个点在哪一个线上，每一个点，在这个线路中，它所处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这样呢才能把这一个课来弄明白，弄清楚。好，今天到这里，谢谢。